Hello，来自全球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shley，来自宝岛台湾。今天很开心能够在线上跟大家见面，那也很荣幸今天是我们2021年2月份的第一场讲座，我能担任嘉宾来为大家分享。那在会议开始之前呢，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10年前，我从英国大学毕业回来，就接手家族的国际贸易事业。一直以来，与欧美的各大进口商打交道，看似一个高大上的产业，但是始终敌不过大环境的改变。因为互联网的崛起，平台的透明化，也让我们传统的中小企业也面临到了巨大的危机。很有幸在几年前，因为我成功企业家的这个母亲大力的推荐之下，让我参与到这个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新商业模式。哪怕现在疫情仍持续蔓延，我的网络事业还可以借由手机、电脑，用零接触的方式来继续拓展全球，无形中为我心中多添上了几分踏实感。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看见，到底是什么最合情合理、最符合现在后疫情时代，而且人人皆可的轻创业？我们回顾2020年的一开端，就带来了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状疫情。这就像在我们生活中投下了一颗震撼弹，让各行各业有如骨牌效应般的牵连倒下。甚至打乱了我们平民百姓的生活、食衣住行，这下人们才重新去思考健康的重要、收入管道的重要。根据联合国就业协会的统计，2020年全球失业人数高达1.1亿，相当于2009年金融危机的4倍之多。全球确诊人数至今仍不断的在攀升，最新统计显示也超过了1亿人口。从这些数据当中，也深深的感受到了这个硬道理：不论是健康、财富、心灵，都需要具备抵抗力，还有免疫力，这才能在未来拥有那一份安全感。新的一年里已经过掉了第一个月份哦，迎接来第二个月份，那我们应该保持如何的态度呢？有一波人因为面临危机而被淘汰，但是也有一波具备敏锐度的人化危机为转机，在后疫情的这个时代里，调整心态、接受改变的方法得以顺势而上。所以在2021年里，我们要前进还是后退，完全于取决于自己的心态。那我相信，唯有创业才能真正的为我们自己的未来来做出突破。那说到创业，应该要选择哪一种呢？是才不会白白浪费我们的时间跟精力，是重创业还是轻创业呢？首先，我们先来聊聊重创业。重创业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传统生意模式。首先，必须要注入庞大的资金，靠着摸索的方式来积累经验。所有的产品研发、行销推广、人事管理、物流、金流等等，都要由老板来个人承担。可是，至于回报呢，也是个未知数。最后可能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而遭受亏损。说到这里，我相信线上做过生意的老板一定也跟我一样感同身受。过去我自己的家族生意里就是如此，看着父母拿着自己的健康还有陪伴家人的时间来换取。再来，传统生意还有许多不可控制的环境变化。就好比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许多企业因为一个政策、一个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面临倒闭。餐饮业、酒店业做错了什么？旅游业又做错了什么？在线上有经历过封城的朋友们就知道，这有如整个城市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对于传统生意来说，每天固定的开销、运营成本、房租、水电费用等等，并没有因此而暂停，而是分分秒秒的在支出，直到透支。
这也是为什么在后疫情的时代里，传统的重创业不再是人们的首要选择。那在创业的选项当中，还有一种是轻形态的互联网创业。在网络的时代里，我相信人们的生活真的越来越脱离不了关系，从生活方式、消费模式也都有了全新的改变，尤其是疫情的当下更是明显。在网络创业当中也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形态，就好比天猫、淘宝、亚马逊、eBay 等等，表面上看起来是将马路的实体店面销售搬上了网络，看似成为一家24小时不打烊的店，但是实际上还是要自己背负着传统创业所面临的困扰及头痛问题，囤货、发货、客服、售后资讯等等，还是要一手包办，一一处理。那第二种呢，就是个人加平台加社群，将自己与平台做结合，由平台来打点一切的烦心事务，我们则可以用弹性的时间、弹性的个人客制化的方式来运作，并且透过身旁的社群来一起合作分享。这就有如一个 U 盘插入一台超级电脑之后，将个人有限的能力资源放大到无限，让想创业当老板的人却没有传统老板所需要面临的烦恼。选对一个平台来合作，的确能让我们事半功倍。那这就是现在最符合现在趋势的一个交互式网购，也就是双赢利多的经济模式。我们从图片上可以看到，一边是公司，一边是消费者。公司去除掉中间所有的代理商、经销商、广告等等，直接与消费者对接。只要消费者愿意分享信息，公司就将中间这一大块利润与消费者分享，共同创造收益。像这样的消费者，我们也称之为消费商，让消费者在花钱当中投资，在投资当中赚钱，进而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份事业。人人都可以参与，也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创业的机会。走到2021年的今天，我们更是要把握住机会，要顺势而行，这样才能走得更快更稳，并且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一个全新经济模式。当我们要选择一个公司平台合作的时候，有三个要素得要评估，而且是要用高标准的眼光来评估，这样才稳健靠谱，而且值得我们来投入。所以这三个要素就有如图中的顶一样，有三个角，缺一不可，分别是公司、产品及消费商资源。我们先来看看公司，既然是一个互联网的事业，那就要看看它是否有全球的前瞻布局。所谓市场越大，机会越多，它是有地域区域的限制，还是它可以通达全球无国界？再来，它还必须要有缜密的电商系统，在金流、物流及客服上的处理是否也能跟上全球的脚步，并且同时拥有完善的一条龙服务。当然，它还必须要有以人为本的文化、利他的精神，这样才能长久的走下去。产品就是一家公司的灵魂，最重要的是它是否拥有独特性，拥有顶尖的创造价值，是否有专利技术，能在市场上具有足够的竞争力。一样能够在全球贩售的产品，当然还必须符合多国的国际品质标准，例如 FDA、清真等高规格的品质认证。同时，它还是要不退流行，而且时时被市场所需要。对，没错，我在说的，在后疫情的时代里，大家对健康意识的提升，对品质生活的重视，大健康产业真正就是现在的主流。既然有好的公司、好的产品，
那接下来就必须来看看消费商资源是否也一样符合高标准，这样才能让我们事半功倍，利益最大化。首先，它必须要有人性公平的奖金制度，让我们在辛勤付出的同时，还可以得到同等的回报，甚至可以积累我们每一分的努力。我相信在线上有许多的这个消费，有许多的打工族一定也是一样感同身受，回报及付出不同正比而感到不满。那接下来呢，既然有符合这么好的公司的这三大要素，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美商杰斯公司。美商杰斯公司在2009年9月9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成立。现在在荧幕上所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公司在奥兰多的公司总部。那在奥兰多呢，除了有著名的迪士尼乐园之外，它还有美国 NASA 太空宇航局的火箭发射基地。我们的创办人是一对犹太夫妇，他打从一开始就秉持着长长久久永续经营的态度，做好做完每一步。在这短短的几年当中，杰斯公司已经累计到达了80亿美金的营业额，便在疫情当下2020年的今天具有超过10亿美金的业绩。同时在业界第三方的商业评比当中获得无数傲人的奖项。在现在资讯爆发的时代里，要找寻一家这样稳健靠谱的企业公司来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杰斯公司的理念非常的简单，就是帮助人们获得健康，重返年轻，并且在全世界的人们拥有积极正面的影响。我们来看看，其实这不就是后疫情时代的我们人人都所需要的吗？说到这里，我相信线上的朋友们都想健康，都想冻龄，对吧？这说起来简单，但是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却非常不简单，因为这还必须结合高端的医疗科研团队，而且秉持着预防胜于治疗的理念才能够达成。所以今天我可以骄傲地跟大家说，在线上的朋友都是有福之人，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调理来解决健康的问题，因为杰斯公司已经找到了预防老化的根本原因，并且是从以下这四大指标着手：保持 DNA 的健康，维持端粒的长度，延长细胞老化，拥有一定的干细胞数量，获得身体能量平衡的健康。我现在所说的这些绝对不是表面的年轻，而是拥有科学的依据与诺贝尔奖级别提名的这些高端科研团队用治标治本的方式来提供我们全方位的一份修复。那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与杰斯公司一起合作的这些科研团队，同时他们也是美国医学主流所推崇的专家博士。第一位呢，是我们的 Dr. Nathan Newman， 他是一位知名，他来自一个知名的医学世家，是干细胞研究领域的专家。他自己呢，在美国比佛利山庄也有一栋大型的医疗美容医学的整形外科诊所，专门服务于高端的政商名流。他的研究当中也多次被美国知名的媒体受访，可以说是干细胞领域的翘楚。第二位呢，是 Vincent Giampapa 博士，他曾任于美国 NASA 健康管理顾问，也是全美抗衰老协会的第一任会长，更获得美国诺贝尔奖提名的肯定。对于抗衰老的细胞研究方面，他可以算是专家，而且首屈一指。接下来这位呢，是 Dr. William Angelo 博士，他是中医西医双博士，而且是我们杰斯公司产品的科研总监，也是产品的发言人。
接下来这一位是唐纳安塔博士，是全球知名的预防医学专家。当然还有我们的马彦斌医师，他是我们大中华区医学顾问、营养学专家，还是临床学上面的专家博士。这些科研团队，大家看看，其实他们在自己的业界，在自己的领域里面都非常的优秀。我们现在生活处于一个处处污染的环境当中，阳光、空气、水，我们无一幸免。所以从日常的生活还有饮食当中所摄取的养分是绝对不够的。杰斯公司研发了这一套 YES 细胞优化管理系统，基础营养优化升级、体质调整、肌肤防护，让我们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的为我们健康把关。俗话说，财富深藏在问题的背后。如果能解决人们的问题，那就是财富的所在。现在大家是不是也闻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网络商机呢？说到网络商机，我们来看看杰斯公司为我们的生意串联到哪里。没错，大家现在眼前一亮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地图，就是我们的事业版图，去到了全球五大洲。因为杰斯公司已经帮我们把繁琐的金流、物流都串联整合，在足不出户的时候，我们的网络事业也能照常启动，还能去到全球超过140多个国家的市场，不受影响。杰斯公司不仅仅为我们做了全球一条龙的配送服务，还在全球拥有47个国家的落地仓储，还有34个国家的落地分公司。这也说明了杰斯公司的产品、运营、服务、对消费者的保护等等，在美国、德国、加拿大这些高标准的国家地区，也是通过政府的合法。不管是140多个的国家通路也好，还是全球的落地分公司，我们看看，这也不就代表了杰斯公司的实力吗？一个稳健性、安全性，在现在低风险、微型创业的时代，这不也就是我们所在追寻、所在找寻的吗？一国加盟的同时，还能同时享有全球的网络加盟代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消费商资源。一个人性化的奖金制度，一家以人为本的公司，公平公正是很必要的。弹性多元，自行主导，意思就是我们可以依照个人的时间、各自的生活状况来调整，目标设定，做客制化的一个运行。秒结、周领、云端后台，我们拥有一个完善的后台系统，而且可以让我们周周领薪，让我们一年可以领52次的薪水。不管今天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连上网络，开启后台，全球35国语言的支持，每分每秒都不停地在为我们做即时计算。全球的业绩连线共享，串联全世界的网店资源，不管是今天认识还是不认识的人，都因为这个平台的连接嫁接，让我们每一家网店业绩共享。所以今天不论你是上班族、家庭主妇、企业老板、退休人士，还是像我一样喜欢创业的族群，都可以在这里搭建出我们后疫情时代的安全感。杰斯公司至今已经拨出了超过$25亿的奖项，与愿意跟他分享讯息的消费商一起互利共赢。我也很荣幸，因为几年前的看见，让我在这$25亿当中也是一个小小的受益者。我从开始运作杰斯的这份事业以来，杰斯公司真的是把我们推向世界，跟着公司也带着家人朋友们，而且还是超六星级的接待。我们去了地中海、德国、悉尼、瑞士、英国，当然在疫情过后，我们还要去莫斯科，还有杜拜。这完全颠覆了我的想
象，颠覆了我玩过去的一个生活方式，边玩边工作，还可以边赚钱，真的，这是在我过去传统的生意里面完全想都不敢想象的。杰斯公司当然也是一家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富有责任感的公司。它除了拥有自己的基金会 Genesis Kids， 在世界各地也都拥有他们的影子，帮忙建造学校、挖干净的水井、喂养偏乡地区的孩童，甚至到澳洲大火，一直到现在的新冠状疫情。杰斯公司都在背后默默的不断的付出，至今已经捐出了超过上千万美金的款项。我相信这一点，以善为出发的公司，富有强大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文化，才能够永续诚信的经营下去。在分享经济、共享经济的这个世代里，我们每天都在分享好吃的餐厅、好看的电影，就像我们闽南话俗话说“好康到修补”，把好事传递给身边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只要在聊天当中，就可以与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尤其是在现在疫情当中，有多少人需要健康？有多少人需要多元化的收入？又有多少人需要一次改变的机会呢？我们可以透过平台轻松的分享，分享当中还可以为自己建立一条额外的收入管道，那何不尝试试呢？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有人教、有人带的国际社群，手把手的带着我们一起来为自己的事业拓展。助人就是助己，利他的创业精神，您要不要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则网红小故事。在疫情期间，加拿大许多的动物们都走上街头。有一天，这只可爱的小鹿来到了一家杂货店，老板娘觉得它很可爱，就给了它几颗花生米。小鹿吃了以后也很开心，就开心地离开了这个店。过没多久，小鹿带着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到这家杂货店找老板娘，也一起分享他吃到花生米的这个喜悦。没错，从这个故事，大家是不是也看到了，连小鹿都懂得分享，因为自己的受益，也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让身边的朋友们都受益。没错，分享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性。我相信在2021年的今天，大家对了健康也有了深刻的体会，对于财富多元的收入也有所想法，所以今天你就可以把财富跟健康一起带回家。如果您跟我一样，想要创业，想要为自己的未来多一个机会，也多做准备，您可以选择轻创业套组。在不影响生活的情况下，有一个退可攻、进可守的弹性事业，或者是您觉得健康比什么都还重要，想要把健康先带给自己、带给家人的同时，你也可以选择体验套组。在2021年，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就是轻创业。对我们自己的健康及财富有一个最好的免疫力。我很庆幸，在4年前我给了自己这个机会，也接受我母亲给我的这个最好的礼物，让我在同龄人当中能有多一个机会为自己的未来做选择。精力有限，财力有限，资源我都可以借由这个平台来做传承跟嫁接，与优秀的成功企业家一起学习成长。现今的网络爆发时代，市场竞争的世代当中，还能成为一名网络行鬼。现在我们来想想，在疫情的这一段时间，身边有多少人失去工作，又有多少人需要像这样子的机会分享。零接触的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了，
Home business 在家创业也是一个未来的趋势，让我们在现在我们可以在瞬息万变的这样的环境下，利用轻创业来跟世界、来跟未来轻松的接轨。很开心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看见跟感受。今天第一次参加我们讲座的朋友们，可以赶快来询问邀请你上线的朋友是如何借用手机，在短短的几分钟开启属于你自己的轻创业。像这样子的空中讲座，我们每周都有，希望在下次我可以在线上看到您及您邀请来的朋友哦。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